点点。Hello！ 我们三人在泰国这个影片呢，非常的大卡司，来分别有。OK， 高点懒惰介绍了。那我们现在人在泰国，我们在旅行，然后旅行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顺便玩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如果有看外国的综艺节目，应该知道这个游戏叫做“我从来没有”。哦，我从来没有。对，哦、没有错，哦、明白了吗？哦，打个屁啊！不要模仿我。OK， 这个游戏的意思就是，等一下每个人呢都分别轮流会讲一次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OK， 每个人呢总共会有5条命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白过，我从来没有白过。这个现场当中，谁从来没有白过的？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加一分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你尽你的可能讲一件事情，只有你有，只有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最快达到5分满分的，就是赢家。那输的最后一名会有惩罚，惩罚呢就是谁最快达到5分的人，可以决定最后一名的人亲现场的其中一个人5秒。耶、yeah! ！我觉得好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。来，重点哦，不能讲电话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从来没有睡过觉。OK， 这个很明显它是假的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尽你的可能。没有，喂，来开始。准备好？准备好。那知道为什么等你讲，赶快开始吗？为什么？他年纪大，懂的东西很多。我不用担心过，以我们的智商，我们肯定不会讲最后了。只要不要最后一名就好了，不要最后一名就好了。OK， 来，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喽。我们这个决定谁先开始哦？OK， 我先开始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转啊，就从 Danny 的没有这样子转。你看，连这个都搞不清楚，他死定了。啊，准备好了，我从来没有快讲穿过内衣。哎，我好像有穿过内衣啊。等 OK， 我们休息2分钟。我从来没有跟现场的人谈过恋爱。他也没有。OK， 来，谁在现场没有谈过恋爱的，举手。全部没有啊，就是我们大家互相都没在现场谈。没有，就你跟书生不算了，你们现场有谈过恋爱？哦，就我跟书生啊，其他的就有加分了。嗯，哎，这样子啊，一分，对，每个人有一分。哇，我们是没有啊！对，耶、yeah! ！所以我们每个一直要把你的手比出来。哎，你是个什么鬼？谁先到5分，谁就赢。最后一名就要被惩罚。5分，你要几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个。第二个到你。我从来没有穿过有蕾丝的东西。哎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来，这边谁有的举手，1、2、3。想不到原来你们这么狂野的，三个都有，所以我们这个是男生都有分。来，到场有，我从来没有剃过眉毛，剃过眉毛，没有，我在夸你，讲骗话。哪个？他没有分，全部人有分。男生，对，他没剃过眉毛，我是没有剃过。你有，你有，我真的剃过很，没有，我想要剃整个。屁啦！没有，没有加气啊！整个我们每个人嘛，没有剃过整个，帮你们加分。OK， 全部加分，全部加分。太快了，你。没关系，不用怕了。来下一个。我从来没有刮过1毛。我也没有4分。没有。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们太弱了。你有刮过1毛？看一下。真的？哎，你4分啊？5、4分了。我还没有了。男生目前谁最高？我。哇！我跟凯耀，我跟凯耀4分。哇！哎，到你，子琳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酒店。哦，GG，我有。没有。谁没有的举手。到我啊！来，我从来没有剃过胡子。耶！哇！贱，这个很贱。没有，这些感觉都有剃过。来，我们一起加分。我们还主持人，我从来没有买过超过1万马币的手表。什么鬼？好，到我追回来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超过4次。我也没有，他们不算去啊，他们是回。等等，我从来。干什么东西？等等，等等，我从来。好，来重问，我从来没有在台湾旅游或者住过超过2个月。Yes。没有旅游，就在那待过啊？你们全部都待过吗？你肯定啊你。我们要求学。
求学也是在那呆。求学跟旅游是两个，没有这个明显。我要去旅游读书吗？没有，呆着，霸凌，霸凌，天天霸凌，天天霸凌。我们没有加分，你扣分。你扣三分，三分，三分。我就阿爸们。讲什么？妈，我流汗了，我。现在没有扣一分了，大卡哈。喂，扣分，喂，这个很过分，打住。我从来没有讲过马来西亚话。哎呦！哇！喂，他每次讲什么什么嘞？我没有说谎。啊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那个不是，但是他很喜欢模仿我跟常勇，他每次模仿我们。喂！所以你扣分，扣分。啊！所以觉得凯浩应该扣分的，掌声鼓励。民主的，我现在想要策略，想不到加分，我们让大家扣分就好了。啊，我想到了。那你刚才刷一天吗？做朋友吗？很难想，就真的想了。OK， 好，我能做。来，我在为你刻字画一个非常有趣的答。没有这么容易的，我很强的，我很强的。我是因为被大家陷害，所以跑到三分来。怎么还可以讨论？不可以讨论那么久，他们讨论太久了，不行。还是要两个扣一分。我们这边也是讨论。来准备。大家如果看过飞鱼的影片的话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总裁从后门来。没有看过。我看的不是总裁总从后门来，我看的是院长总从后门来。三个 A 零的院长总从后门来。OK， 这边谁没有？没有，你有看过这个？没有啊，这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吗？我绝对回来了，不要叫裴勇亲我就。No， 来快点。我从来没有穿过四角裤。Oh my god！ 你昨天不是才穿吗？哪有？哦，那怎么你知道？啊，你帮他穿的，我看到了。哦。那个短裤也算四角裤。四角内裤，很吃亏，这个游戏很吃亏。来，我们再换游戏好不好？没有。可是你不一定穿四角，看一下。喂！来，当主力。我从来没有穿。啊！加分加。我也是可以加。从来没有打过。嘉欣，你加什么屁？你加个屁啊！我没有打过。他都是去给他打的。来，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加分？什么是打？来，我示范给你看。好了，他给我期待了。那我朱三呐，我从来没有来过月经。我从来没有剃过光头。你失败了吗？喂，我这边还没有玩完。那目前第一位赢家，恭喜林璇。所以林璇是第一个上岸，他答案可以决定最少分的人将会亲现场的其中一个人了。那目前第二第一是谁？5分啊，5分在这里，我有机会超越他，我已经想到了。来，哦，加十，我们就会加分的哦。我从来没有单身超过5年。你上一段恋情是几时？现在哎，请问是谁呢？你啊。哇！哎，这我也加，你不能害我，你不能害我！哎，帮忙！我的影片，欢迎常勇，你不要没人找他。我要赢常勇，我从来没有考过驾照，汽车驾照。七个驾照。哇！只有一个人了，他应该光明正大，24岁还没来生，24岁还不会开车，只会买车票。4分，你几分？6分。哎呦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导片你看见导片，今晚帮你按摩，快点。我从来没有穿过耳洞，哎，我也没有耶。我不穿耳洞，我从来没有被发过条吗？我上岸了！哇，超拥抱我的脚毛！但是你从来没有被人家扒过脚毛吗？没有，你确定吗？耶，扒你！耶！比我扒这种整条啊！哎，你被扒过吗？你被谁扒？到底？来，到谁？上岸，到 Danny。哇，难想哦，这个。哎，现在是 Danny 跟裴勇的决战时刻，7分跟4分。8分了哦，你8分了，所以我要 aim 他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会9分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在看我坐在角落，我就自己这样子。
你变回放，不要拿乱来。来，到等你。我从来没有拿过右边的耳洞。我就是明的，明的。你上岸了吗？哇！你没有机会亲我了。我没有想要亲。干你！接下来看陪我全身，可以讲出什么东西。我从来没有信过蔡跟许，对吧？我没有信过，我信过陈茂嘛。叫威雷哥，我不是一样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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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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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这个机会讲一个。我从来没有矫正过牙齿。谢谢你，你看好朋友帮忙。我从来没有绑过牙，矫正过牙齿。耶！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我想到了。我从来没有在 highway 骑过摩托。Daniel， Daniel， 95分，你不可能赢的啦。可以的，有机会了。随便想一个都赢你啊，给你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要合作。没有。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反正你是一定上岸吧，你让我翻身就可以了。发挥两个，我这游戏超认真在玩，每个人超认真。五分嘞，我从来没有玩过，我不信你敢。Yes， 我们两个就是在玩的。我从来没有跟书生谈过恋爱。哪里？你在听过我告白吗？喂，你不要，你不要乱来，你不要乱。默契不可失。喂，你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你不喜欢男生吗？不要乱来。我讲了，一定输了。不会。我从来没有主持过电台节目。耶！只能说我输了。好，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耶！这个影片是我拍的，我绝对不剪。耶！我来，经常用的脚，你可以耶，脚可以要那个像那个 Kumi 那样。先把他的脚当做你的手。你可以去洗一下你的脚。来，重点是脚毛很冷一点哦。来来，可以一点。走了，来呀，准备。加一加。Nico， Nic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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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，哎呦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，是啊，啊，准备了，来来来来，开始怎么样？可以准备的，五六七，来，我起来，我动起跳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这个影片不会上了，不会剪的，拜。好了，影片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就记得帮我 like and share， 让更多朋友看到。然后同时呢，就想办法 subscribe 完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没有 YouTube channel 就去 follow 他们的 Instagram。然后除了这个恶心鬼，然后 OK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长颈鹿脚真的臭。Are you listening? Damn. Yeah.